大家各位好，今天我们又来谈情说爱啊。收到一位老师的来信啊，小提琴的老师，他帮他的学生找一把琴。他信里这么写的，他说我需要这把琴呢，不需要它太有特点啊，我就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琴，一个工具啊，让学生在这个琴上可以发展他的技术啊，等他到一定程度以后，让他自己再去寻找他自己喜欢的那个风格。他说不要太小的话，这个琴啊太有特点了，他就局限他的风格了。我觉得这位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师。OK， 我以前讲过啊，其实我过去拉琴的风格是非常张扬的，有点像那个孙东国老师，或者是像李传运吧，有个年轻人啊，现在就是野疯狂啊，给拉的非常非常的野。但是后来因为我拉了这个阿巴蒂以后啊，我完全风格改变了，就是跟着这个琴改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你们去经历一下，穿不同的鞋，走路的姿势是不同的。你的整个体态，包括你讲话的声音，你都会变啊。就说你穿一双高跟鞋，你是不好意思大喊大叫的啊，你走路也会是，对吧？你不能偏，因为高跟鞋嘛，它要保持平衡，对不对？所以我也建议男士们，你们也去买一双高跟鞋，一定要体验一下，而就对你们的这个体型有好处。每天穿那么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走一走，真的对你的腰部有好处，因为穿高跟鞋你是不能够弯腰的，你一定要把腰挺起来啊！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我都有我自己的高跟鞋，当然我不穿出去啊，我在家里穿，就是为了保持这个体型啊。那么你穿这个 sand 了啊，你穿一个拖鞋的话，你怎么也高贵不起来啊。所以说要穿一双这个便鞋啊，穿一双就是舒服的鞋，这个小孩子学跑步也好，走路也好，怎么样让他保持自己的啊。你像有些模特他训练的时候他是不穿鞋的， OK， 他就是要你走得很自然。所以呢这个老师这个提法是对的啊。我这把琴啊，这个是叫做 Vangic 啊， Andrew Vangic， 这把琴呢是我在哪一年，2004年这个去了这个奥地利啊，奥地利离奥地利大概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一个小村庄啊，他们是做材料生意的，这个中间里面就有一个 master， 一个小提琴家，我跟他两个人合作做了大概十把琴吧，一共就两个人合作做了十把琴。因为他们是材料商啊，他们的材料是选了最好最好最好他们的精选的材料，但是要说明一下，这个材料不是老材料，它是新材料做的啊。他们因为工厂，因为他这个公司也很新，所以他们开发的材料也是比较新的材料。尽管如此，2004年制作坎伐，也就是20年之前了啊。这个坎伐的材料大概是2000年啊，这个干了三四年以后我们的做琴，到现在啊2020年嘛，已经就是说20年，所以也稳定了，也安定了，不会再有问题啊。这个琴就是这种感觉啊，所谓这十个琴出来都是这种感觉，就是没有太大的特点，但是非常的健康啊，就是说很端庄很健康，发音很快啊，这个非常适合练习。所以我呢是推荐这把琴给这位老师啊，等一下我会拉一拉啊。那么另外一位客人呢啊，是这个来信，他是过去考过上海音乐学院啊，由于没考取，所以后来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啊。他给我来封信以后呢，我倒是反而鼓励他，我说你没有考取上海音乐学院，可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一个好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刚好是有一个故事啊，为了不影响我们大家事情呢，我把这个故事啊放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有兴趣听故事的请你们一直往下听，听到最后啊，没有这个兴趣的话，你可以就是说听完小提琴你可以不听了啊，所以呢不要间断大家听琴啊。那么这个朋友呢，这个客人呢，他就是要一种四根弦比较平衡啊，发音要敏感要快，尤其在高把位要有爆破力，
要这种，事实上他讲的是他要一种发音很快的琴，这个发音非常非常敏感的琴啊，拿这个快的东西啊，就拿特别特别过瘾啊啊，这样的话就我就推荐了这把琴啊，这把琴呢是这个玛丽安达的品牌啊，不是他做的琴啊，不是那个四把琴，那个四把琴已经没有了啊，他后来做了一个品牌是玛丽安达品牌的琴，当然价格就是便宜很多了，对不对啊？就是在日本的话啊，这个是卖60万日元啊，就是6000美金，那么这个是3000美金啊，现在是半价嘛。这个是一个独板的琴啊，非常非常漂亮。这把琴呢就有这种特点，它发音非常的快啊，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像那种东北妞啊，就是我就要嫁给你啊，我非你不嫁，你不娶我我死给你看，就是那种啊。记得在那个艺术团的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啊，就被一个东北姑娘看上了，一定追啊，那个简直就是要死要活啊，最后没办法，我这个朋友就我们这个同事就娶了这个东北姑娘啊，他们也幸幸福福的生活了几年啊，后来还是受不了，对吧？因为那个姑娘半夜啊会喊起来你耍流氓，闹得我全体同志都听得见啊，说我都跟你结婚了，你说我怎么说我耍流氓呢，他耍流氓，什么什么同志耍流氓啊，就是这个东北姑娘，她这个非常豪爽啊，非常好，这个爽快啊，但是呢她也有其他的地方啊，就是这个人的口味不同啊，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扭扭捏捏啊，这弄了半天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像日本女人一样，真的，你看我娶了日本太太啊，一个两个三个都是离婚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啊，有一个妈妈是一直在跟我在一起，有一个妈妈是带了三个孩子的，这个妈妈是跟我关系一直还是保持比较正常，尽管如此啊，这个一直有来往，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也麻烦，对不对啊？所以对于这位客人呢，我是比较推荐这一把琴啊。那么另外有一把琴，这个是我自己喜欢的啊，这个也是啊，在日本卖这个6000美金，现在卖3000美金的啊，这个琴已经卖掉几把了，这个也是玛丽安娜品牌的琴，这是我跟玛丽安娜90年一起到德国找的那批材料中间做的琴啊，就是说是最好的材料，当时的材料就已经是20年了，已经老了啊，这把琴啊它就是纯净甘甜有底蕴，它这种声音出来就是有味道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琴，非常甜美啊，它有点像什么呢，它不像那个朋友说的要这个要爆破啊，要这个马上发音，它不是的，它有点像那个 Bridgestone 的这个车胎啊，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的车胎啊，我的车胎也很有兴趣啊，这个 Bridgestone 是个日本的一个品牌，它这个车胎里面啊，把这个车胎这个橡胶里面植入了很多小小的气泡，所以它这个胎开起来就觉得特别柔软，而且老化以后它也不会，这个柔软性也不会变，因为它这个气泡是在这个橡皮里面，所以它有一个这个缓冲的力量，开这个车的时候啊，你就是一般的车开起来就像奔驰车，它有点这个像坐船一样啊，它有一个底蕴的，有一个弹性，它不是直接打上去啊，好像你打拳一样，是带了个拳套的，你不是直接啊，你骨头跟骨头砰，不是的，它是有一个缓冲的，就是这种缓冲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把琴 OK， 如果是要我选的话我肯定是选这一把啊，就我个人的口味而言啊，所以呢下面呢我就把这三把琴呢分别拿给大家听啊，第一我拿一个很快的片段啊，这个也是我这个你要听完后面的故事才行啊，你听完最后的故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这个手可以快起来啊，这个理由啊，然后呢我拉一段这个梁祝啊，这个三个琴都拉一段梁祝啊，那么最后呢拿一个蒙娜丽莎，就这三个琴啊全部比一遍之后啊，就把那个故事播给大家听 OK， 谢谢大家，现在开始听琴。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学琴啊。其实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就是在中学的时候，我拉琴呢是拿的最好的啊，我自我感觉是最好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技巧非常非常的好啊，我这个连动功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可以飞得起来，我可以飞上去，还可以飞下来，我可以像海飞丝一样，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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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下来都可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像天才一样，有点像天才一样啊！我就那个时候啊，中学我跟一个牧师学小提琴，我就觉得拉小提琴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那些别人看来是很可怕的技巧，我都可以拉。那个时候没有很好的老师嘛，我自己拉的帕卡尼尼啊，啪啦啪啦啪啦的拉啊。但是后来到了乐团啊，跟了一位专业的老师学啊，这位老师就非常严苛，他说你这个拉琴啊太业余气了，我要从头教你。所以你要忘记所有以前的拉法，要从头开始啊，一个一个音的来啊。这是一个专业的老师，当然这个专业的老师他要培养的是乐队的乐手，他不是要培养一个独奏家。 OK， 这位老师对我非常好啊，他很喜欢我，他真的帮了我很多的忙，他也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人，这个我一定要肯定，我非常感恩他。我现在纯粹只讲技术啊，只局限于技术来讲的话，他确确实实是完全是毁掉了我的右手 ，OK， 但是他呢就建立了我的左手，他把我的左手的根功能啊机能建立起来了。他给我最大的收获是音准跟节奏 ，OK， 最最基本的音准跟节奏，要没有这个呢，我是不可能走到上海音乐学院去，那我永远就是一个业余的，对吧？他是把我从一个业余的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当然是向那个专业的乐手、乐队的乐手方向努力，而不是一个独奏家 ，OK。所以我自从跟了这个老师以后，我发现这个拉小提琴原来是这么的难啊！怎么过去那种 enjoyment 啊，那种享受都没有了？所以我沉浸一动啊，仇恨我的那个业余老师啊！我觉得那个业余老师害了我，使我有那么多的这个业余习气啊！但是我现在反过来，我非常感谢我那个第一个老师，是他给了我音乐的灵感，给了我对音乐的爱、对音乐的追求、对音乐的享受，没有他就没有音乐了，对不对？我觉得是个匠人嘛，那就是个小提琴匠嘛，就是一个乐队里的一个工具嘛，对吧？一个螺丝钉嘛。那么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去以后啊，我的这个于丽娜老师啊，我非常非常感谢他啊，是他啊手把手教我，让我进了音乐学院啊。但是进了音乐学院以后呢，我的那个老师，我不愿意讲他的名字，因为他不愿意讲，基本上就是毁了我四年。OK， 那我具体就不讲了，不论从技术上、艺术上啊，这个老师就毁掉了我四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四年，我是非常非常努力的。我在毕业的时候，我的总分，我所有的选修课我都学了，包括什么艺术概论呢，什么啊，包括体育我都学啊，就所有的课程我加起来，我是全年级的第一名，我的总分是全年级第一名，而我的专业，我的小提琴演奏的专业是全年级最低，最低好像只有76分。80分都没有，怎么搞的 ？OK， 所以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其实我拉琴拿得很糟糕，拿得不好，没有，就是跟一些同学在漂学一些东西，跟其他的老师、其他同学在漂学。因为这个老师啊，我真的不想讲他，他就这么毁了一个年轻人啊。你可以说我没才吗？这个老师现在敢站出来说，但你没有才能吗 ？OK。好，到了挪威去以后，我跟了一个老师，这个挪威的老师我非常感谢他。这个挪威的老师呢，他不讲手段，他只讲目的。OK， 你左手我要你干什么，右手你干什么，你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前，你怎么拉弓，怎么抓琴，我什么都不管，你只要做我做的事情。我就跟他学了两年了，解决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按照他的那个做，我要回到我那个业余状态，我要回到我那个12、13岁、13、14岁的时候那种状态，我才能够像他那样拉。但是一回到那个状态，我就觉得我是业余的，我就在那个 fight，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中间，我觉得我的小提琴这个道路走不下去。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碰到了这个郑金和嘛，啊，郑金和加了一个朋友以后，他就也是他也劝告我啊，就是说其实你要走那个啊这个音响啊、修理啊这些道路，可能会比你的演奏啊更加有前途，加上我师傅等等，加上经济情况等等吧，我就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啊。这么几十年就过来了，对不对啊？
但是我在我的人生中间，我碰到个三个人，我非常非常非常佩服啊。一个是吉普赛人 ，OK， 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小提琴家，是个吉普赛小提琴家啊。我是在这个瑞典碰到他啊，然后就是说在台后跟他交流，他根本不用肩垫啊，他就把琴放到这里，他这两个手啊，不要。他这两个手啊，业余的不能再业余啊，没有一个动作是专业的。但是他拉起来不时的像玩玩具一样，他可以左手左右手都可以像玩具一样，他跟这小提琴玩什么把戏都可以玩，就他好像这个小提琴是长到身上一块肉，他可以自己随便那么抠一样。这是一个人，我觉得非常佩服。第二个就是 Parliament 的这个右手啊，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啊，我是在哪一年呢？88年、89年还是哪一年，在奥斯陆碰到他啊？他那个右手啊，真是不得了，这个人啊，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啊。还有一个人我也很佩服啊，盛东国老师。OK， 有很多人不卖盛东国老师的账啊，就是说贬他。但是呢，我跟盛东国老师见面以后，我再跟他一起玩琴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成熟了啊。盛东国老师已经是把我当朋友，他已经不是把我当什么学生了啊，完全不同了。你还是一个外国来的一个专家，对不对？所以我住在他家里啊，我们在一起玩那个两个星期的琴，天天在一起玩琴，我就发现他的右手好得不得了。盛东国老师对右手对弓子的控制能力，我觉得是至少我现在看到的这些华人的一些小提琴家是没有一个可以跟他比，真的，我就讲句难听一点啊，就是说真的，盛东国老师的右手那真的是到家的。我别看盛东国老师的声音啊，盛东国老师的声音啊，演奏风格啊，对艺术的理解，我都不讲那个，我只讲盛东国老师对琴弓的控制。OK， 他那种对琴弓的控制。绝对是好的，我非常非常的钦佩啊。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控制不了啊，我老是想着我小时候为什么行，现在反正不行了。当然我也不拉琴了，所以几十年就都过去了。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昨天晚上睡觉睡了半夜，做了个梦，那个梦就跟我讲，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到你的年轻时代呢？对不对？他说既然你现在也不是搞专业的了，你就是业余了嘛，那你就不要过那些嘛，你要怎么拉就可以了嘛，你只要回到你13岁14岁那个年代，你马上又可以拉了。我早上爬起来才6点钟啊，一般6点钟不能拉琴的，我6点我就开始拉，我才发现真的你只要回到年轻时代啊。我可以弄半个小时。我一边讲一边弄吧，弄得完吧，什么速度都可以。为什么？就是我年轻时候的磁弓的那种感觉，我马上就飞起来了。我不管是联动弓能拉，我反着也能拉，我很多快的东西都能拉了，我可以拉得飞快了。我现在，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的左手跟不上了，因为我的无名指啊被打断过2次啊，琴乐的舅舅打断过1次，我自己打篮球摔断过1次。断了2次，所以他动不快。现在的问题不是右手了，是左手不行了。